华侨新学的案例很成功的之一的一个的案例哈。那我们看，哎，两个天使希望小朋友能够天真无邪以外，中间有写个英文字母，写什么 ？A。哎，对，好棒 ，A。希望小朋友读书都能够得到 A。对对，是的，是的啊。那两只鸟鹰啊，象征两边有没有两只鸟？同城万里啊，阿林啊，他同城万里啊，好来。那中间这两根柱子很像什么啊？柱子，这个米黄色的柱子像什么？我说毕竟是中国人，乌龟啊。好棒好棒，因为是传家宝哦。对，乌龟，龟代表长寿，希望住在在这边读书的小朋友能够长命百岁。